家目前都在关注的李咏最后一条微博。是的，一条几乎没有字的微博。如果李咏想和老婆女儿说一声感恩节快乐，根本没有必要到微博上来。他这条微博是发给后面的 all people 的所有人。是的，发给所有人，这所有人包括支持他的人，当然也包括那些谩骂他的人。从李咏近几年微博下面的评论可以看到，大篇大篇的文字都在抨击他，辱骂他。我没有贴出这些文字来，因为这对今天的主人公不尊重。他身患癌症发这条微博的时候，我想他就已经释怀了。他的这条微博更像是一种放下，然后至终将近一年再也没有发过微博。我想一个人感到自己快要离开的时候，已经不会再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了。他累了，这时的他顶着网络舆论带来的巨大压力，而且从这条微博的时间上来看，这时的他早已患癌，并且治疗前景应该已经明确了。这个视频仅有短短的两句歌词，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，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。他为什么发了这个仅唱了两句歌词的视频呢？我们分享歌曲的时候都是听的那首歌，恰好符合了我们当时的心情和处境，勇哥也不例外。这首歌的这两句应该就是他现在的心情，就是他现在的处境。当时的他因为出国治疗，网友并不了解，被抨击，而自己身在异国他乡，徘徊孤单是必然的。网友的谩骂，身上的病魔，说是受伤一点也不过分，而勇哥没有流泪。其实这两句的下一句就是，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，飞过绝望。看到这两句，我的眼里是有泪光的。他多么希望可以有那么一双隐形的翅膀，带他战胜病魔，带他飞过绝望。李咏最后一张照片，勇哥照这张相片的时候，他的家人都没有笑，而他笑了。他的家人笑不出来，而他笑了，就像回到了那个非常六一的舞台，就像手里还拿着那张非常六一的题词奖，就像还捧着那个握了半生的话筒。然而他没有了那飘飘长发，也没有了再拿起话筒说一句大家好我是李咏的机会。